2557年前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瓦拉纳西等圣地大转三次法轮，佛教源流就此开展流传。特别在公元前三世纪时，印度国王我汝王建造纳兰陀高级佛学院，是佛法的主要精神，如孕育圣者的摇篮般，培养如十七班智达等诸多祖师大德。佛教自七世纪时传入雪域西藏，当时正逢第三十三代王朝松赞干布的时代，时至八世纪，雪域西藏第三十八世代王朝赤松德赞的时代，迎请继护阿都黎以及莲花生大士来到西藏，并且建立了桑耶寺。藏传佛教至此开始有僧众及大翻译师等耳识楚识奠定，教法广兴，宁玛派的传承就此形成。此后的一千多年间，佛教与雪域西藏蓬勃发展，衍生出许多不同派别，如八大传承等。在如此众多的派别中，具备时间悠久以及历史性规模的代表性者，主要则有萨迦派，十一世纪的萨迦五祖的传承，噶举派，玛、密、达三师传承，格鲁派，十四世纪时则有宗喀巴大师、父子三尊的传承；觉囊派，多波昔日讲称父子传承；五大教派的显密双运教法，就此在雪域西藏发扬。传承至今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很多高僧大德也对教法做出极大贡献，并持续于各地弘扬。例如宁玛派的第一任住持敦珠法王、贝诺法王、以及吉美彭措法王，
萨迦派的萨迦崔钦法王、达钦法王等。格举派第十六世格玛巴以及卡卢仁波切等高僧大德。格鲁派的第十世班禅大师以及甘丹赤巴法王等。觉南派的法王哈哈吉冲丹巴以及法尊永登桑布等。这些新时代的高僧大德在世界各地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愿世界看见佛法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诸佛教自净其意。